以纪念阿嬷为名，豆嘎香酥脆椒颠覆了以往认为辣椒只能当作调味佐料的刻板印象，透过创意满点的手艺和巧思，打造出独一无二的特色零嘴。原本无心插柳的食材再利用，自制给朋友吃的香酥脆椒意外在网络上掀起一股新风潮，如今更开设了欧式风格外观的实体店面，采用严格检验的辣椒与食材制作，不仅有墨西哥、泰式香茅、日式咖喱、新疆孜然、柠檬椒盐等丰富选择，还有特别的咸双麒麟等着您来尝鲜。